印度克什米尔一个山区凋谢地，当地时间七八是熊熊落大雨，正做做大水，冲走伫当地凋谢的民众，已经至少有16个人死亡。另外，美国是真侪所在发生野火，伫加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这巨型红杉仔嘛，好烧着。真大乌烟从规个山头打掉的，予人看甲真惊吓。美国犹他州中部的一场大火，七月开始，至少已经烧掉大约200公顷的土地。另外，位于加州的优胜美地国家公园，同款野火，野火吞掉。We see the sun, but it's like kind of eerie because the clouds are like covering it. It looks pretty scary, and we're going full force on our suppression tactics. 超过500丛有名的大型红杉。真受威胁，其中有真侪人拢已经是世界上活超过1000年。300多名消防人员甲直升机继续抓水求救，拍拼无要让火势摊开。镜头转到印度，军方甲搜救犬当地找找生还者的踪迹。位于克什米尔山区附近一带，七月突然落起大雨，真侪伫当地扎营的凋零者当场被大水冲走。हमारी माहिती के मुताबिक अभी तक 5 लोगों को उस समय जीवित निकाल लिया गया था। 16 कैजुअलिटी का कंफर्मेशन हमें मिल रहा है और 40 के आसपास लोग अभी मिसिंग बताए जा रहे हैं। 当年热天，有真侪的凋零者拢会前往海拔约4000公尺的阿马尔纳特礁窟凋零，共用印度教三大神之一的湿婆神。为6月30日到目前为止，已经有600多人陆续来到这。搜救人员已经将15000名的信徒先安置到安全的所在，各种受伤的人送往病院急救，预料伤亡的人数会增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